我各位说话。同学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了，开始吧。首先呢，分美粉和不放美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开始我们的来。首先呢，像这样就会有火花。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继续录，我没有说停。你解说吧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打火石够厉害的吧？各位同学，现在只在拍火哈。以上就是林玉山。你不要乱讲话了！你不要乱讲话了！很吵，我动你呀、啊！还在录呢，不要说很吵，好不好？动你了，白目啊！等下再重拍，要关掉了吗？还是要把它录完？录完了，很吵，我动你呀、啊！不要讲话了。这我觉得你不要讲话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是我们班的吗？那底下是蜡烛，会烧不完吗？这个有火花哦，那么厉害。我又没有这样讲话，这样干做什么？哇，这是我们班呢，看，我把它放在我们班群上呢，你看这奇迹吧。放到 YouTube 全世界都看得到。我是要给赖看的呢，我是要给我们班看的呢，他们会去看吗？会啊，你把赖的连结拨到班群去给人家看掉。越烧越旺了。好了。好棒哦，这个火，你不要讲话了，这个我叫你不要讲话，话听懂了。好了，老实说啊，我会玩这打火石是有原因的。我想要许愿，我有一个喜欢的人。啊，这全世界都听到啊。那重录吗？不用了，不然你就叫妈妈编辑好了。你看各位同学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要不要关掉了？看片子太长，不好传了。好啊。